北京时间9月15日19点，西甲第四轮，马竞凭借着小将加尔塞斯在补时最后时刻的进球，惊险的在主场1-1战平埃瓦尔。仅仅四场比赛过后，马竞就落后榜首的巴萨7分。小将就主旨的一提的是，这名小将是出自马竞自驾青训，来自于二队的前锋。他于71分钟出场，西蒙尼在主场拿分的欲望相当强烈，但奈何对方门将如有神助，豪华攻击群始终无法破门。赛后西蒙尼也表扬了对方的门将，对方的门将表现太出色，你必须得祝贺他，我们只能一直寻找进球机会，最终进球才出现。马竞全场奉献19脚射门，9脚射正，今夏好至千金，引援共花费 1.1 亿欧元，在西甲引援投入上仅次于巴萨，最终却靠自驾青训出品的球员挽救球队于水火。西甲开季仅取得1胜2平1负，四轮仅积5分，而西甲双雄皇马和巴萨截止第三轮就三连胜开局，打入3球丢4球。头号前锋科斯塔遭遇四轮球荒也没有助攻，在攻防两端马竞都无法让球迷满意。西蒙尼的球队到底怎么了？